家好，我是2017年常规赛 MVP， 2018年常规赛 MVP 第二名，2019年常规赛 MVP， 去年洲际赛的科烈，近年洲际赛的潘森，不硬币。本来以为今年没我们什么事了，没想到又过来录这个环节了。对不起，黑粉投资又让你失望了，你气不气？你个哥斯拉！春季赛就失败了嘛，这一次打进了决赛，希望我的四个好儿子在决赛能好好带带他们的父亲。因为想打老子哥的话，应该就直接会在塔下挂机吧，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指望他。我们队伍的话，可以说是 APL 里面素质比较拔尖的队伍，有上路鬼叫王清贡，打野阴阳怪气天，中单武王朱英比 ，AD 的话就没什么特色的话可能就脑子不太好使。这是录垃圾话第五次了吧？希望第五次有点改变吧。垃圾话其实挺不想录的，感觉森林帮现在日渐壮大吧，因为小弟也越来越多了嘛，什么虎虎帮都不在话下。我小弟我没有一个特别满意的，他们都看到帮主被打的时候，他们帮别人来打我。大家好，我是 AJ， 是兄弟就来决赛砍我。我的儿子们带我赢，给你们么么哒，不带我的话被我打死的。啊，不是没了，么么哒。你就算死了，被压了10刀100刀都千万不要手抖，你只要不抖我们就赢了。上路就是不死算是他做的最大的努力了，么么哒。今年在上海没输几场，决赛是在上海打吗？我觉得运气很好。半天的决赛我觉得我会很快拿下冠军，到时候我带你去澡堂泡一下澡吧。可以啊可以啊，我也不建议了。嗯，枸杞。以前打比赛有个人经常两级来抓我，你们这些弟弟想针对我还是太年轻了。这场比赛打完以后，邓云斌的名言又会加一句：2019夏季赛亚军 ，nice， 100个冠军 ，nice。邓云斌，等我拿到冠军，我就去给你送100个飞机 ，nice。我觉得监控我们两个上路就躺着玩，大家一起躺着玩。看了他们操作，多吃点吧。我看他这边吃自己家野怪的时候也挺下饭的，所以我希望他这次也能拿到他100个冠军。Nice！ 春天的时候我还是个蒜头王吧，夏天夺冠了的话我就进化成妙蛙花了。明这个人的话，作为选手的话，他的技术是十分全面的，但是他的垃圾话好像说的跟他的实力有点不成正比。虽然说我是垃圾话的计中弟，但是我经常都赢了，所以你也要小心点。虽然说挺不想跟他们放狠话的嘛，然后但是第五次来试一下嘛。方法是第一次进决赛嘛，我认识的人也蛮多的，第一次进的话不要哭着下去就行了，就大家加油吧，希望不要打我脸。希望管泽元放过我们一把，就不要希望我们拿冠军。看他们的比赛也就图一乐，真正学4包2还得看 SPS。我们会变成五人组的，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来下路，奖励一个4保1。我觉得我们的野怪不够刷，打 RNG 的话，卡萨你的野怪应该都是我的了，没有野怪可以刷了。我怕你是吃不到野怪啊，因为我的野怪也被我家中单刷了。我跟金贡都是抗压型上单，决赛看一下大家哪个抗压能力更强吧。我在1比1，你们在4比4的，我肯定会赢的。毕竟你也打了那么多年职业了嘛，该让我尝尝鲜了吧。毕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应该会把你拍在沙滩上的。啊，那实在是太好了，好爽啊！因为我们也进了世界赛，只需要在决赛中去发挥自己最好的实力就行了。谢谢给我加油的粉丝们，么么哒。还是特别感谢队友吧，这一年坚持下来还是挺困难的。有一说一，就我的队友都挺厉害的吧。这次不管是进到决赛，或是进到 S9，是我们能够再挑战一次的机会吧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决赛的舞台还是很大的，你们第一次进决赛，希望不要腿软。这次就全当你们交学费了，这个冠军还是要由我们安静拿下。看到后面那个奖杯了吗？他等下马上就是我们的了。现在坐在你们面前的是2019年夏季赛冠军中单，杜英斌。就因为这一局，如果飞机不带进化，他走中路的话，真的是队友级后感觉酒桶来一次。哎，这下路要死了呀！打起来，尖叫闪现一丝血，点出电浆一，再点下一下平 A UDI， 2分钟直接拿下一血。哇，这波林伟强拖大了呀！巨大的失误，亚索这边哎，闪现被绑，接闪现节俭，杜云斌这个位置感觉要死了，叫 EQ 闪，还好是最后的控制链结束之后没有打满伤害。
毕竟上单本来要打上单的鳄鱼嘛，带了一个 TP 不是点火。是。哎，这边还要追吗？这个位置感觉有危险啊！这边刘青松一波率先支援，九筒仙一个一闪直接命中，闪现扑没有控到，而且杜云斌差点被 F 六给击杀了。这是什么啊？又做到了。这，来看一下，这上菜了呀。这波我感觉回忆一下，看看对面，他在疾风涌，然后一回去，远程中路选择了想办法避开对方的强视线，但是换来换去，好像又被 RNG 逮到了。这哇，这一下难受了呀 ，FunPlus 怎么又是你？等于现在小虎身上这个影魔刀就是前面对线赚到的，白赚出来的。现在开始，而且现在下路这个点，哎，这波卡了一个视野，先溢下来没被发现。UZI 这个位置是没有酒桶视野的，酒桶一个大炸回来，黑盾给他稍微晚了一点 ，UZI 也是被酒桶直接杀掉，而且泰坦杂兽给到小明，小明没有黑盾被击飞之后，酒桶喝一口老酒，小明这泰坦杂兽想要保自己被林武侠拿到人头 ，UZI 是想急着回线的时候，小明立刻放弃点眼，然后跟着 UZI， 但还是没有把这个黑盾及时的套到，丢到酒桶了，闪现节俭，但泰坦吃了这个节俭，好兄弟帮忙挡了个野，好兄弟要死了 ，UZI 拿到这个人头，哇，这波其实是替小天死了，这波。狼星也来了，这个位置，但是要包谁？现在塔下是剩下一个半血左右的小天，鳄鱼直接开大往后面找林伟翔，他身上是有闪现的，林伟翔直接冷酷后退，往后拉开以后，只剩下小天一个人在塔下，兵线还没进来，那样的话大鳄鱼应该先扛，一闪现晕到以后，把下路烈士打回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中上其实烈士还是有的，接了狂风全息斩，有 TP 来救，小虎这边应该扛不住了，人头被独眼皮拿到，落地下来差点一条土龙。就这边 RNG 其实是觉得没必要了，就我这波确实是会给到一点 FunPlus 这个阵容的一个机会，因为我们还是聊这种时间点，酒桶跟亚索到了，直接开你一个人的能力太强了。沙鹿进攻是交过了自己的一个侠阵，这波塔爆了瞬间 ，UZI 直接大招招贴脸，金库交出一个闪现以后，再交第二段的一个 R 技能一技能。哎，上路想埋伏一下，但只是打一套。哇，伤害有点高，打对起脸，起脸损五重回来，两个人对拼第一段 R 烟雾弹，小虎这边自己闪现玩出来了。没道理。对啊，你先看这一波。哎，你看阿卡丽没大不敢接了，没有没有。可以，圣香心里清线，但是自己被不明 AOE 打炸了。这个位置卡萨直接被炸回来，但是血量还可以，他单手给他卡萨飞机护盾顶住之后打了一条伤害，又在直接而上去做了一个毅力兵，还能拿到这个人头。非常快，而且好像没有人能做视野，篮子这边照了一下，看到了这个打龙的情况。小天喝口老酒，难道又要靠我抢了吗？这个位置只能炸一个鳄鱼，大一个鳄鱼，但是鳄鱼这边很肉食，没有被打死，一丝血没有跳死，这个点燃狼行福大命大呀。刘青松想先把视野排掉，给一会儿绕后提供一些机会，但是这个野区感觉很难再往前了。进攻怼在草里攻，小虎这位置这边接大了，小虎有块表，表开完封箱封走了对面所有跟过去，让小虎交出闪现。哇，这块表救命了呀！侧面再打起来，卡莎而进来，小天直接倒了。进攻这边交损五交啊，疯狂往后逃窜。不为过，都有点保守。上校呢？我要看上校啊，看一下这波小虎。伤害第一时间没有灌死。没办法，他的秒表如果一直狂摁的话，你的控制链并没有办法说先假定啊 ，FunPlus 开得好，先不处理鳄鱼，去处理后面的双 C。中路上路给个盾来消耗一下，反向 E 想上来，知道你没盾 R 一下，小虎 RNG 的狂风左边叫小天要上了，减速惩戒一个 E 技能，小虎这边被秒了，侧面打得不错，那莫甘娜开启一个秒表，酒桶这边先开一个朱亚，又在这边再被亚索切，又在这边也倒了。不是吧，狼行这时候这本来他有一个打残局的能力吗？卡萨一个蜘蛛血量非常的危机，狼行有大招的时间应该快要结束，但是还是先拆掉你的防御塔，那这波应该是退不掉了，先处理卡萨血量不是很多，金库应该反向一个 Q 技能寒影。对呀，就这个破损的秒表给机会了呀，而且小明这个盾给完，贡子哥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，是对吧，他知道你没有魔免盾了，直接叫上兄弟们就来了，这波总不能骗大刀了吧，毛黄？这波确实洗不动了，这波没办法。前面两波还可以强硬帮他圆一下，但这波真的就是，这波就是可能是因为前两波太成功了，让小虎现在有点膨胀。但是现在他不拔出水晶也是白掉，可以直接参与我的一个水晶。进攻绕过来，这个位置卡萨被找机会了，卡萨天外飞仙没有第二落点，感觉只能落原地等死。
在饼，反正这个时候还在饼，抢侧门的一个视野。小虎在点一个大炸，又要秒小虎。小虎这边挖技能辅助交出来，在这边技能鳄鱼也被打了半血，交一个闪现出来。沈江犀利，沈江犀利，哇，这个位置出来了，他这样感觉不能买鳄鱼，要打了。攻回来，有块表。怎么打？小明这个位置 Q 空了，鳄鱼能活下来吗？现在有点燃，点燃的效果应该烫不死他，速度好像有点快。是的，有点来不及了。两条土龙，两条火龙的第一条远古巨龙中翼和 Q。现在小虎的一个挂载导弹成为了最有效的破格手段，一个大只炸到鳄鱼一个人，直到天边出来对面进去，瞬间要被打出第一条命。刘九都开出一个秒表，只有这样而到了金箍的脸上，金箍这边但是有点瑕疵。时间这边亚索已经倒金箍这边，而完以后又在一个Q 技能打了进攻四分之一的血量，哎，没办法，正面摧枯拉朽了。这个正面残局，土龙双火龙的正面团，这最后一波，我翻 plus 没有懦夫，好吧，我兄弟们都死了，我棍子哥也不苟活。是，那最终我们是恭喜 RNG 有惊无险，这场比赛一度在有比较大领先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失误，但最终凭借远古巨龙的加持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，在总决赛中1-0暂时领先。